是阳光吗？那、啊、这一根到底要干嘛？这个是可以叫你爬上去，然后就可以坐在上面吗？是，我看不懂这个到底要干嘛。你去爬、啊，它看起来很酷啊！你爬上去，大家就会看你啊。爬上去可以坐在上面嘞，然后就摔死这样，掉下来就骨折这样，体验骨折的快感。